看家里的这个叫梦幻色的哈士奇。其实大家都认为这个哈士奇是拆家高手啊。其实我以前没养哈士奇之前呢，也觉得是挺难养的一种狗，但是养了之后呢，发现哈士奇的优点还是挺多的。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特别干净，超级干净，是我养了这么多品种狗以来呢，就是最干净的一种狗。它可以一个月不洗澡，身上仍然没有异味啊，尤其是母狗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特别的亲人啊，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，特别愿意黏着你啊，而且很愿意跟你互动，它的这个体力也特别好。但是关于拆家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啊，哈士奇它属于一种精力特别旺盛的狗。拆家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应该是这个，就是它没有地方发泄它的精力造成。所以如果你正常在家里养的话，给它每天给它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这个活动的时间，它是不会拆家的。而且哈士奇这个狗特别有意思，就是它会跟你就是很好的去玩，知道吗？就很多狗是没办法去跟你好好玩的。比如说我以前养英牛，它就很笨，知道吧？哈士奇这种狗特别的灵活，而且它是傻傻的那种灵活，特别的有意思。就是养了这么多品种狗吧，养过英牛啊、金毛呀、拉布拉多呀，包括现在的卡斯罗呀，都养过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啊，对于这个哈士奇的这个好感越来越好。我觉得家里如果养宠物的话，养哈士奇其实挺适合的，但是你一定要切记保证它的一个足够的一个运动量。其实它每天运动量足够的情况下，它是不会拆家的，而且特别听话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跟年龄也有关系。如果年龄太小的话啊，其实不光哈士奇会拆家，在一岁之前吧，或者是一岁半之前，任何品种的狗其实都会拆家的。你像我们养了这么多品种的这个狗，无论大小啊，在小的时候都是会拆家的。包括之前的那个罗威纳，小的时候也拆家，英牛也拆家，都拆，但是大了之后就会好很多啊。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哈士奇，我觉得它特别的可爱，就是那种特别黏人的那种可爱，好像就是怎么讲呢？你跟它玩，就它特别开心。翠阳，你看你看，它会飞奔过来，跟你去互动。每天早上也是，只要你一晚上没看到你，第二天来的时候。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像那个吃了兴奋剂一样，嗑药一样，非常兴奋。你要跟他摸摸他啊，跟他互动一会儿，他才能这个老实一会儿。孙杨。